你羡慕男朋友？我明明知道还问。他有。他说什么算什么？看这一次我跟志玲拍的 L， 你们都知道我根本没有要抢镜的意思，可是焦点就是你第一眼一定会看到小 S， 然后就没了。我两个都不会救。为什么？你我本来就不会救啊。康永哥拍戏的时候把我整太惨了，我觉得他也可以去死。他很爱你耶。 I know， 他还说我这部戏为你拍。爱你耶。我在这个戏里面被整多惨你知道吗？我被打得要死，然后泼水，然后被人家那种泥浆洒什么什么的。爱你在于给你很大的舞台发挥，把你最好的给大家。你真的很正面能量耶。可是我还是希望他去死。